罕见老照片，50年代，张玲甫妻子王玉玲的一张留影，气质雍容华贵。照片中的王玉玲身穿貂皮大衣，看上去贵气十足，非常有气质。王玉玲是张玲甫的第四任妻子，嫁给张玲甫时才17岁。婚后不久，张玲甫就上了前线。张玲甫殒命时，王玉玲才19岁，儿子不满100天。后来王玉玲带着儿子到美国留学，在航空公司供职，直到退休，她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，终生未再改嫁。